店员啊，快回去吃饭好不好？回去吃晚饭。嗯，吃完饭再出来吧，好不好？对，你听谁喊你了？哎，你听谁喊你了？阿丽喊你了，回去吧，回去吃饭去，快。啊，大胖云，云啊，飞云啊。啊，不生气，不生气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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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愿意回回，不回拉倒，啊，好，好，你说的算，啊，飞云，啊，不乐意了啊，好，不喊你了，你就说，你看，你就看这个脾气，你看，不是喊你回去吃饭吗？你看你个小脾气，不吃饭呢？你吃不吃饭？小厉害劲儿，你看看你个小厉害劲儿，厉害样儿。吃饭呢，回去吃完饭再出来呗。啊，小孩儿，飞远啊，回去吃饭。吃完饭再出来。你不饿啊？好吧，好吧，好了，别生气了，你说的算，你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啊，好不好？不乐意的，漂亮女生脾气都不好啊！哎呀，飞云，飞云，飞云，起来回家吃饭喽！啊，飞云，飞云啊，飞云呐、飞云，飞云，起来啦！起来，回家吃饭饭啦！别生气啦！你这小脾气呀、啊！来，飞云，起来了，飞云，飞云，飞云啊！你看人家妙音和金虎都吃完饭了，你说你还搁这躺着，是不是？人别的小朋友，你看表现都多好，就你这个小孩在这躺着睡觉不回家，完还发脾气，是不是？你说谁也没惹你，叫你吃饭你不去吃饭，你还生气了。好了，生一会儿气，回去吃饭吧啊！啊，这熊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对不对？你不吃饭哪有消耗的呀，对不对？你都那么胖了，
你都那么胖，不再多吃点，不多长点脂肪啊，你都对不起你叫肥云这个名啊，对不对？飞云呐，这把知道敲门了是不是？回来了，你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。那个那么叫你，你不回来。来，先吃个果果过来。三个王冠，叫你不行，叫你你不回来还生气，啊，生气不饿吗？你看人家吃的咔哧咔哧吃的多好，吃饭了没办法。咬住，好孩子。别停了，别停了，这个没有咬。